妈妈，爸爸会来看我吗？会，他已经买票了。江小鱼病了，医生说很危险。我能干嘛呀？我劝你的，江凯。爸爸，我梦见我在天上飞。以后你别飞得那么远，我在小风筝。我们能回家吗？不着急啊。现在江小鱼，这个是我最好的。还能撑多久？雨中，我只想让燕子活下来。我能不能求求你？我没有能力带我女儿去别的医院，但是你不能伤害我。把我那房卖了吧。别哭，妈妈。没有，傻孩子，我不会饶我女儿就这么得死的。这个是我自愿捐助协议。如果有一个人要为燕子去死，只有我才有这个资格。妈妈一定会陪着你的。我要的东西在哪儿？明天才会有死处。爸爸，妈妈现在就是。